在我身边这一辆就是这个 Isuzu D-MAX 12的这个限量版车型，全马来西亚只有限量180台。它有两个颜色可以选择，一个是黑色，一个是白色。今天我们会带大家去看看这个特别限量版啊，它的这个特别在哪里。什么东西遇到黑色就会变得很帅很帅？这个 D-MAX Stealth 的这个限量版啊，其实也一样。它拥有这个全黑车型，还有这个白色车型，而且它在一些细部细节上面、也做出了改变。原本呢，这个前面的水箱护罩在普通版的 D-MAX 上面是镀铬材质，也就是 Chrome 的，而在这个版本上面呢，它采用是钢筋黑的材质，看起来特别的有质感。而且如果是在白色的车型上面呢，它的层次感会更为出色。我们可以在这个车头看到它有一个银色的这一个横贯的条纹来贯穿整个车头，这个就是这个 Stealth 的特别限量版和普通版的最大差异。另外这个保险杆的下缘呢，它也有专属的孔力套件，整台车看起来非常的运动化。而且有一点呢，你仔细看这个车漆啊，它是有这个金粉的，整辆车的质感表现啊，我觉得是我很喜欢的风格啦。当然这个头灯组也是 LED 的，另外它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它有这个前方的泊车雷达。以这样体积的车子来说，你要泊车，你和前方的物体距离有多远其实是很难阿嘎的，但是有了这个泊车雷达，你的停车就会方便许多。但是如果你去越野的时候前方有这个障碍物，它很吵怎么办？没有关系，这个前方泊车雷达是可以关闭的。在轮圈方面呢，它同样配备了一个运动化十足的轮圈，而且上面还有这个特别限量版的名牌。这个轮圈呢，主要是双色调的设计，一个是雾银，一个是黑色亮面，所以搭配起来呢，非常的有层次感。它搭配的轮胎呢，是这个25560R18的 Toyo Open Country 系列的越野胎，相信这个整体的越野表现应该会相当的不错。我们来看一看车侧，这个车侧呢，同样拥有这个特别限量版的名牌，还有特别限量版的贴纸。另外，它的车顶还有一个行李置放架。不管你是要开这台车去越野，还是你要运载大型的东西去做户外运动，这台车都可以满足你的需求。对了，这辆车还有个很酷、很帅、很实用的配备，就是这个电动踏板。这个电动踏板呢，如果你打开车门之后，它就会自动的下降，让你更方便的上车。你关门之后，这个电动踏板也会自动的收折，让车侧的一体性看起来更完整。讲了那么多，皮卡最重要的还是它的载物表现，对不对？等等，我们要补充一点啊，这边其实是有一个镜头的。这个 Isuzu D-MAX Style 呢，它是支援着一个360度的环景摄像功能，也就是它的车头、车尾、车侧各有一个镜头，可以显示这个360度的景象给你。以这样体积的车子来讲啊，它泊车啊需要这个功能，有了这个功能你会相当的方便。接下来我们打开这个后斗，其实它是有这个 One Touch 的功能，你只要稍微拉一下它就会自动的下降。哦对了，这边写着这个 Blue Power 的名牌。Isuzu呢，它所采用的这个引擎呢，是目前市面上皮卡里面排气量最小的柴油引擎。走，接下来我们去看这个引擎到底特别在哪里。你千万不要因为这具引擎的排气量只有 1.9 公升你就小看它，实际上啊，它的引擎马力比以前的 2.5 公升的这个柴油涡轮增压引擎还要高。它的最大马力表现达到了 150PS， 峰值扭力350Nm， 变速箱也多了一个牙，它是六速的自排变速箱，排气量小，最重要的是每年给的 Road Tax 会低很多。这一辆车每年的 Road Tax 只需要399.2块，是不是比以前的 2.5 便宜很多？我相信会买这辆车子来工作的人啊，对这个路税应该会很在意，这辆车的路税应该会吸引到你。作为限量版，它当然不会只是在外观给你一些孔力套件特别的颜色，它就说它是限量版。其实它的内装提升幅度也是相当大的，例如说这个座椅，它采用了这个麂皮和绒布红黑混搭的设计，上面还有写着这个 Style 的字样。另外呢，在这个中控台啊，很多的细节你可以看到是软质的皮革，还有这个中央扶手，这里都是软的哦，手放上去的感觉相当不错。而这边有一个新的这个 Android 主机内建的 GPS 导航，如果说出门的话有这个 GPS 真的很方便啊。最后一点就是它不管是前方还是后方，它都有给你这个行车记录仪，
这个行车记录仪啊，就算是在夜晚都可以录制相当清晰的画面，让你在有突发状况发生的时候呢，可以给你一个保障。另外呢，你还可以通过这个 iRoad 的这个手机应用连接这个行车记录仪，把行车记录仪的画面传到你的手机里面。这个后座呢，同样采用这个红黑搭配的设计，而且它的座椅呢，是我坐过众多皮卡里面少数我觉得还算舒适的设计。至于这边呢，它还有一个可以收折的这个置杯架，不管你是要放杯还是要放手机，基本上都可以。而且上方还有一个很贴心的小配备，也就是 USB 的充电插槽，你可以通过这个 USB 为你的后座乘客手机进行充电。以上呢，就是我们针对这个 Isuzu D-Max Style 版本的这个新车介绍，旁边我们会打出这个价格表。另外呢，这辆车特别的不是它的车型而已，连它的涡轮低都是特别的，因为原厂提供了这台车7年无限里数的涡轮低。另外在8月注册这台车的话，你将会获得免费的这一个 Style 版本的防滚架。再来呢，你可以以2000令吉的优惠价购买这一个 T-Lid Cover， 它的原价是5500令吉哦。心动不如行动，如果你很怕你的车会撞脸的话，那么这个180台的限量版应该就很适合你了。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如果喜欢这次的影片，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哦。我是 Ivan， 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再见，拜拜。